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见证无形力量栏目组现场，我是曲老师。今天是2021年的元旦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祝各位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一年复始，万象更新。在这新的一年，我们的节目进入新的主题，我们已经完成了21世纪的现代史和上个世纪的近代史，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进入古代史。古代史今天的主题是八七三折损，我们找了两位历史人物来解释这个卦名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画面。八七三折损，光绪皇帝以世传亡，得臣无家。他们爷俩刚好都是三号人物，三在数字简易里面是行动，他们都是属于行动派的，勤快。也巧合的是，他们都是损卦，他们的潜意识里面都是三折损，八七三折损。这个三折损在帝王之家，那可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卦名。损三在上面，下面是折，下面这个水折会侵蚀这个山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湖啊，千岛湖啊，看到这个山的旁边都是被水侵蚀的，都变成黄的一块，上面是绿的，这个山腰的底下是黄的，被水侵蚀的，就是表示说损卦不是损人，是损自己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画面。人类数字简易史二，八七三折损，光绪皇帝以世传亡，得臣无家。光绪皇帝是1871年出生，8月14号属羊的。我们看左边的生命数字，先天483风三见，后天279地泽灵，前半生933火雷噬合，后半生876三折损，潜意识也是876三折损。我们再看右边的慈禧太后生命数字，她是1835年11月29号，比光绪皇帝大34岁，属牛的，射手座。我看他旁边的生命数字，先天483风三见一样，后天279地泽灵也一样，太巧合了。就是这个和光绪皇帝不一样的是前半生663天雷无妄，光绪皇帝是933火雷噬合，后半生876三折损，潜意识也是一样，876三折损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画面。这是数字简易华夏名人后天九宫格，一号人物陈圆圆，二号人物皇太极嘉庆雍正，三号人物慈禧光绪努尔哈赤和珅甄嬛也是三号人物，在中国特别多的三号人物在这里扎堆儿。四号人物乾隆爷，五是空的，六卢三桂，陈圆圆是一号，他是六号。七康熙纪晓岚，八空的，九号顺治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画面。损卦三折损，损有福原吉，无咎可争，利有攸往，葛之用，二鬼可用享。初九，以世传亡，无咎，左损之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说一个人为了别人的事情放下自己手上的事情去帮助别人，就不会有灾难。
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帝王家的这些大臣们，为了服侍帝王家，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，服侍这些帝王，所以他们就不会有灾难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上九，佛损，义之，无咎，贞吉，利有攸往，德成无家。德成无家，就是这些大臣们为了服侍帝王家，浑然忘我的境界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画面。损，损失，损有余，戒除缺点，去除欲望，牺牲短利。续卦传，缓必有所失，故受之以损。损的原意为减少的意思。续卦传说有所失，因为有所失，所以系辞传说损先难后易。在这里我说一个题外话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国文老师，我的恩师叫蒲孝华，恩师对我的国学底子有起了重要的作用。他的父亲可是满清末年的王爷，是道光皇帝的孙子，道光皇帝的儿子是恭亲王奕欣，他的次孙就是溥心畬，溥心畬和光绪皇帝同辈，是光绪皇帝的堂兄弟，他的长子大儿子就是蒲孝华，我的国文老师，他经常跟我们讲很多清宫秘史，所以我们同班同学都当时都非常与有荣焉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画面，这个照片中间的是蒲孝华穿夹克的，就是我的国文老师。这张照片右手第二个就是蒲孝华的父亲蒲心畬蒲儒，第三个是黄君璧大师，第五个是张大千，这两位是所谓的南张北蒲，右边的是蒲心畬，左边的是张大千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回到现场继续下个主题。